朋友们好，昨天晚上啊一夜未休，一夜都睡不着，因为这个牙齿痛，直播一下子都播不了了。今天要上医院找一下我大姐。弟弟找我们去下面吃。啊，那个根呢、啊，很痛啊！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特效？特效的灵丹。现在都没那么痛了、啊，眼泪都出来了。昨天晚上啊，好痛啊！哎，这两个牙齿啊，这个和这个，哎，叫大姐帮我车了，然后再补回，啊，补回就行了。这俩，啊，这是他的这个自家的，在他的家帮我搞一下。哎呀，不搞一下真是太痛了。那天晚上啊，三更半夜的在外面。哎，刚的，刚帮我行的呀。我们下面那个痛呢，昨天晚上呢我三更半夜没得睡，然后呢我就去外面谈那个小凤，就说我梦游，我拍个视频说我梦游，他不知道我痛。嗯，有没有热水啊？没有热水。哦，根本能唱。嗰啲冇用，你再凉晒，哎呀，好干噶喎！哦，才哥，我那个车里有热水。要你睡吗？你按一下这里。要空调睡，不要空调睡了。那我那个被。要空调睡。快了，没得。你提起来弄啊！提起来。trong mặt đây phải xử lý tay cho thống các bạn. Trong mặt đây là chỉ có đi thống. Cái này tóc nó thống thôi mà.哥哥，你问一下爸爸，这牙齿看一下，还痛吗？啊，看到呀，啊，哪里？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哎呦，来放远一点。爸爸，啊，大一点。啊，牙齿在这里了。啊，就叫你喂一口给他。不要，我不要，在这里。吃点先。我不要，还是不要吃，因为你牙齿痛，不要吃。牙齿在那传。来，在这里，来。牙齿有什么好看？来来来，远一点。哎呦，就这个啦。哎呦，这样有牙齿了，真的，哎呦，就这个啦。搞出来啦。痛吗？这个牙齿好像是假的。啊。以前也是假的，就这个了。假的还要干？因为光哥呢，他拿给他看一下。哎呦，不要拿脏的，脏的，臭臭的，丢掉，不要。一定要，一日早上要洗牙齿，晚上要洗牙齿，知道吗？爸爸就是懒，不洗牙齿。啊，把它丢了。然后有好多个虫牙他，所以说啊。哇，又进去了。张开看一下，到我吃头了。哎呦，其实。里面那些大牙全部是假的，哎呦，这边它总共有一个、两个、
这边四个是假的，这边也是四个是假的，总共有八个是假牙。不叫假牙，就是说它就是那个牙齿坏了，然后现在安那个假牙套上去，套进去的。所以说啊，他就是他提前进入这个老年、哎、老年期。我要这个水分，爸爸拿个水分，水分就是水分。来，我来喂，来，我来喂，先吃一口。晚上一爸爸，我就是想吃头啊，我吃头，然后大弟吃的，到我吃头啊。哦，你吃那么大口啊？嗯，来，大开。哎呦，搞到衣服了嘞！来一口，妈妈。就是刚才我那个那个。来一口吧。就是刚才那个橙色的水，就是这个水。哦、这么大口、啊。我当的，因为你大。妈妈也吃的。我这个，我刚刚吃过了，你吃。弟弟，你吃的啦。爸爸，你知道爸爸想告诉你什么吗？因为坤坤他也有一个两个虫牙，爸爸呢就是有虫牙，他不刷牙，很少刷牙，所以说才会导致这样子。小孩子不要紧，又换了就好了。好了，回来。